长滨乡的歌戏团重新改过传统好戏《白蛇传》，在布袋戏七甲七八这两天，在基兰团结中心盛大演出。长滨乡决定要亲身去台顶讲戏，让观众会当更加了解剧情。白蛇传内底的法海出来，就听到伊的丹田真有力。故事的主角青蛇、白蛇甲苦汉文一个一个出来，剧情是愈来愈高调。由长滨乡歌戏剧团重新改编的经典好戏《白蛇传》，伫八月初七、初八两天，伫宜兰团结中心盛大演出。虽然讲唔是拜六礼拜，看戏的人嘛是真多，囡仔嘛是真捧场。看寡戏，看寡戏啊！就算看唐美老师啊。长滨乡歌戏团成立22年，摕过真侪奖。2007年的《雷横天神桂龙君》摕到第42届广播电视金钟奖、传统戏剧奖。这摆除了改编经典的名剧《白蛇传》以外，因为临水剧场的舞台离观众无偌远，所以长滨乡决定亲身出来介绍每一段精彩的所在。经过解说，人客才知影讲要怎欣赏。我希望借着这个，除了看戏以外，还有讲解故事，让观众朋友可以更清楚了解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把《白蛇传》做这样子的改编。那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保有传统，重点是会更多一点跟观众有互动。《白蛇传》连续两天办在宜兰团结中心，那是来现场排队，嘛遵守防疫规定，挂嘴暗阁登记，就会当免费入个内底看戏。一个好机会，千万唔通浪过。民视新闻宜兰报道。